正所謂食燈籠玩月餅，月餅是用來玩的。 OK， 開始。首先第一盒月餅，好多撈奶出來，就是美心月餅。香港美心月餅是美心雙黃百年蓉月餅，這個不是廣告來的，大家敬請留意，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買美心啊。還要一盒四個，黐撚線的，屌佢老味黐撚線，個撚個都係送美心雙黃百年蓉，係咪送俾我啲兄弟食啊？唔係啊，你一個要食曬啊，得唔得？我唔食得咁多，我一定要執你食，你食曬先至可以嘈。放心，我係唔會食月餅嘅，呢啲竟然送啲垃圾美心。係啊，送啲粉絲食啊，十六個啱啊。月餅係攞嚟玩嘅，啲咁嘅月餅梗係攞嚟玩啦。大家咧有冇好 idea 諗到，究竟四盒一樣嘅美心雙黃百年蓉月餅咧，係可以點樣處置呢？送俾粉絲食。唔係，你一個食曬十六個，明唔明啊？有冇阿仔啲粉絲喺附近㗎？過嚟攞啊！雖然過幾日咧就係先至到中秋節，不過今日咧就要提早為大家示範一下，教大家點樣玩月餅。首先攞兩個出嚟，就可以用嚟玩。可以玩嗰個雜耍，點樣可以做到玩月餅呢？首先你就掉，跟住接，就係咁樣，知唔知？我以後都唔會再食呢種蓮蓉月餅啊！因為這個蓮蓉月餅已經吃了幾十年了，所以那些月餅一定要拿來玩咯。